跟活泼的学生们，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老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哎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可能就是唱唱跳跳，继续一下我的文艺事业吧。好的，玩笑话不多说，我认识这样的一支舞蹈队啊，他们的平均年龄七十有余，最大的今年也有82岁了，想不想要一睹他们的风采呢？当然当然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汉密尔顿老年舞蹈团为大家带来舞蹈《春节序曲》。The next dance performance brought to you by Hamilton Senior Dance Group. Please enjoy Spring Festival Overture. Let's welcome them. Welcome.